括十日的清晨格外使人心旷神怡。而且说好，今天要带我空降那海拔580公尺的桃山，说要来好好一窥金瓜十日的全貌。哇，二姐，你们这边找到空气很棒哎，好舒服哦。哦，很好很好哦，昨天睡得超舒服。可以看那个很漂亮的海景。哦，啊，妹妹，阿公，谢谢你哦，你种的菜很好吃哎，昨天吃的好开心哦，谢谢。我们来背德高山。好，娘。茶壶山。茶壶山。二姐啊，我看到这里的景点很好哎，我看到这个一阶一阶的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炼金厂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这个叫制炼厂，13层。听老人家讲，就是说最主要它有13层楼高，在沙站老馆。然后它最上面那个是一个主矿槽，像漏斗型的主矿槽。然后它就把那个所有的矿，它会分，比如说它知道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，它就会分一槽一槽金银铜铁，然后就分下来到各个。他炼的那个不一样，比如说他炼金的啊，炼银的啊，炼铜的，他其实他就会分好。嗯，哦，那我们看到这一座山啊，这是什么山？就是基隆山啊。然后你注意看，有没有像那个像什么？有点像狒狒还是猩猩，然后他的头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看着海，有没有？哦。然后嘴巴小小的。然后坐在那边的样子，对对对，很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看到这边啊，还有这个海的颜色不太一样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它就是我们所谓的阴阳海哦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叫阴阳海吗？该不会因为颜色不一样就叫阴阳海吧？基本上是啊，因为它的海颜色不一样，所以叫阴阳海。那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？我看这个金瓜石这边是产矿，会不会跟矿有关系？你还算很厉害，蛮聪明的。基本上它整个山区因为它含有矿，那矿本身呢，这个地方又很特殊，含了酸矿水的成分。照理说呢，它会溶于水，但是呢，那个铁的二价离子渗出水面以后，变成了三价的铁离子，它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。所以呢，它等到漂浮到海平面上的时候，因为海水是咸的啊，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漂浮物，漂浮在海面上，只有50公分到1米的厚度。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海是有颜色的，而且它的颜色变化会，你会发现风从哪里来，它不会离开这个位置，它就只有左右1公里，就一直存在在那个地方。哦，所以我刚刚看到船开过去啊，它那个痕迹都不会散去，还在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因为它只漂浮在那个海面上，所以人家说这边的鱼可以不可以吃？应该不行吃吧？鱼又没有那么笨。哦，所以鱼不会过来这边？不是啊，鱼它不会笨到只吃喝那个上面的水啊，它可以喝它喜欢喝的水，它不会笨到喝它不想喝不能喝的水。所以下面的鱼其实还是 OK 的。OK 的，哇，對對對，好特别啊！你会发现我们前面这一个到下半段那个黄色的就没有鱼跟虾，可是另外我们那个河那个云山水下面那个河床那个就有鱼虾。哎，二姐，我还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来云山水路上有看那个黄金瀑布，它那个是不是跟矿产也有关系啊？对啊，其实它就是我们阴阳海的源头。你如果早期哈，它没有动它的时候，可能也没有阴阳海。但是它当动它的时候，其实早期我们还有在炼铜的时候，那些教授说这个是工业废水。那因为你知道，在这个地方人书读的少，所以没有人反驳这是不是工业废水。可是我们在76年结束以后，一直到现在，它依然存在，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自然矿物的形状。哦，所以它阴阳海跟黄金瀑布其实是有关联。对，其实那就是从那个地方涌现的。了解。哇，二姐，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阴阳海了耶。
对啊，这个才叫真正的云海，那个阴阳海就在那个云海的下面。哎，真的哎，对不对？哇，漂亮哦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看云海，不用到很高的地方，来到金瓜石这里就看得到了。对，漂亮吧？哇，二姐这边看得到云山水耶。对啊。我现在发现后面这座山好特别哦。你注意看，你从那个海平面啊，从海平面往上看，然后看它像什么？这么说好像有点像个人形。男人、女人？应该是女人吧。嗯，不错。因为她的身材比较像女人啊。对，这座山哦，我们在这个角度上看，我们就叫做大肚美人山。你看，从海平面，你看黄色的海。我们说它为什么会变成黄色的海，就是因为啊，我们这个美人呢，在那边天天洗头，把那个海啊洗成黄颜色的。然后你看，注意看的一撮眉毛、下巴，然后胸部、大肚子最高点哦，就是它的大肚子，所以叫大肚美人山。漂亮吧？真的哎、啊，就是取这个名字之后，感觉这座山更美。没错，而且要爬这座山哦，夏天一定要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或者是黄昏，黄昏上去，然后就等到看夕阳，看夕阳的时候就可以慢慢下来。它的那个夕阳的那个光彩非常的漂亮，就像我们看这边的云海一样，它的天气变化非常漂亮，非常美。难怪二姐你的家叫云山水，真的可以看到云海，又看到山，又有水，有云有山又有水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海水小河我们都拥有，所以我们家是最漂亮的。没错。我想要拍一个你们两个坐在这里的，然后带着你背影。